跟住我哋睇一啲有關奧運聖火嘅消息啊。嗱，聖火喺下個月咧就會喺香港呢度傳送噶。民政事務局話會喺下星期五嘅測試之後，再因應翻情況考慮係唔係更改路線咯。康文署水警同埋消防咧，今日下晝就喺尖沙咀演習聖火過海嘅一段。黃傑偉報導。未夠三點，直升機、水警快艇同埋消防船已經喺九龍公眾碼頭附近候命。引嚟市民同遊客圍觀。原來是彩排。要模擬聖火過海，聖火在5月2日會坐海事處的天后號，由水警快艇、消防船和海事處組成的船隊護航，到時會由尖沙咀駛向北角方向，再轉回去中環登岸。有線電視記者黃傑偉報導。